来，请我们云林嘉义的艺术家们。来，我们请云嘉的艺术家们到前面来。我想要用任何的形式来介绍你们的团队，就由您来决定，很棒的。学艺术就是要有创意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哇，这个一站出来，这个场面还是蛮大的。跟各位报告，我们这一次参展的艺术家一共有25位，代表出席的老师一共有15位。给我们掌声，给我们掌声，真的是参与的心情哈，让我们觉得说啊，我们南部这边要加油，南部的高屏必须要向嘉义加油，向学习，谢谢。真的非常开心，看到300多幅这么精致、这么宏大的作品，所以呢，现在我开始呢为大家介绍。我们来自云林嘉义呢，非常优秀的艺术家。首先，我们先介绍云林县美术协会水墨书法家邱垂志荣誉理事长，徐秀慧老师，刘家珍老师。油画家包宜倩理事长，马家珍老师，廖慧春老师，水彩画家王志杰老师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云林县油画协会陈通和理事长，黄培春荣誉理事长，还有蔡秀玲老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是我们云林县浊水溪书画学会代表的团队，高慧芬荣誉理事长，江丽云荣誉理事长，还有朱淑美荣誉理事长。再来，我们中华红道书学会阮威旭理事长，还有我们全国书法学会副理事长黄之文老师。大家好。应该没漏到题。还有我们油画协会，油画协会蔡子林曹子林老师。好，今天真的非常荣幸，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参加国家艺术联盟的精英展的活动，希望呢下一次还能够再恭逢好盛会，非常感谢。在此呢，我祝福大会圆满成功，也祝福在座的与会嘉宾，大家呢都能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意业兴盛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这个掌声，谢谢嘉义团队的各位艺术家们，谢谢你们，好不容易第一次参加就有25位哦。哎呀，我们这个高屏地区啊，真的是要来好好的加油向你们学习啊。我们接下来哈、我们接下来我们请庄丽祖老师，庄丽祖老师帮我们介绍他的今天参展的团队。
何素雄摄影专家，他很客气没有出来哈。那
除了这几位，我们还有其他的没有报上大名的，他也来参观的，很高兴可以带着我们的团队来。我们是许瑞月团队，还有桃园市大地艺文学会。好，那感谢大家来到桃园参加这个活动哈。那希望我们的活动越做越大。那如果说到国外展览的话，我想我们大家都一起去参与，走出教室，走到社区，走到国际，与国际接轨，赞不赞？赞！非常谢谢许艺术家徐老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。好方便这些的票流哦，哈，够厉害的啦，嗨，好热闹哦。因为我们参加的团队啊很多，所以会耽误大家的时间。那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很轻松的这样做。